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十年磨一剑，双刃未成事，今日把事君，谁有不平事。大家好，我叫小贺钟离荣，欢迎收看最帅的画龙点睛。今天是民国105年第一个交易日，行情大跌223点，收盘8114/8114，金价腰洗。但是去年，讲去年也没有多久之前，在封关的那一天，我都有讲，我讲这个行情会怎样，等一下秀泰给你看。所以今天大跌223点，真的要很紧张吗？如果你手上是满满的股票，没有钞票，你真正爱紧张啦。但是我这段时间，我都一路一路在跟你讲这件事情。我是从12月17号开始告诉你说，近代主流浮现，大跌彻底，彻底是最好的测试。留现金买黑马，生计尽头将至，梦别做太大。从12月17号开始，我告诉你要留现金，不要死脑筋在那硬拼，拼到最后你没赢，你真正没赢，不是这样子。在这一段时间，行情在上上下下的过程当中，从来没有变过。12月24日，方向顺序，个股领先族群，族群领先大盘，什么股票先跌？生技股。什么族群先跌？生技股。后面呢，加权股价指数才掉下来。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家都大波，但是这是真正波。我破底了吗？收盘破了这个低点吗？那212这段时间买生技的股的人都怎样？都套牢了。尤其是像圣诞节那一天呢，12月25号，指数方向已经先确认了。在这一天，指数方向已经确认了。我这边告诉你说，量比价先行嘛。所以我跟说，下跌时认真看盘。我跟你讲说，要这样走，留现金不要硬拼。我每天在解行情，我都是这样子讲。一直到上个礼拜最后一天收盘的时候，神龙摆尾这样子。阿呢，我改的公司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在技术分析里面叫做假 K 线，有没有？所以它更加奠定一件事情，这个行情要下杀取量嘛，所以今天杀下来跳水，然后成交量怎样就放出来了。那这个东西你可以先知道啊，你不能先知道吗？凡事都有因果，我们看不到因果，但是我们可以证明因果的存在，看不见的存在，技术分析啊，导播 ，Showtime。然后你们这样看这个 K 线好漂亮，长红。这实际上的 K 线是怎样？所以礼拜一的行情会如何？不用讲，讲义操盘高手里面有写，有写什么？因为这个很基本的 common sense 做出来的东西，假 K 线的一个结果后面会怎么样？所以礼拜一的行情咱们已经可以做一个预告了。所以我再跟大家讲一遍，爱买股票，但是爱买股票不是这个所在。不是无量的所在，是有量的所在。什么时阵有量？摘落来时阵有量。下杀取量之时，请你用力买股票。现在留现金，不要硬拼。所以啊，去年的最后交易日，12月31号，我跟你讲说，这边绝对不是买股票的时候，要下杀取量的时候。下杀取量，可以买了吗？可以买了吗？真的可以买，我会告诉你。掉下来的时候要认真看盘，因为主流会在下跌的时候确认。最后一天呢、啊，神龙摆尾啊，国泰金拉上去啊，台塑南亚全部拉上去啊，台化全部拉上去啊，今天通通吐回来、啊。这是假 K 线，在技术分析里面都有写，这是最拙劣的手法。如果你真的都看不懂，你真的欸。莫讲看股票啦，你看指数嘛，真正死死混混去，敢不是？今天金融跌3.19%，塑胶跌5.59%，这都是上个礼拜四最后一天强拉的标的，今天不是都回来了吗？
所以顶礼拜我有跟你讲，咱看到这个行情，咱知影拜一会安怎行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说下杀取量，但是我没有告诉你会怎么开嘛。可是我也不小心泄了天机啊，所以啊，今天开低走低，你不能先知道吗？导播 ，shut time。有些时候分析那个行情不是这么单纯，就好像那个上涨下跌不是最重要的，重点是涨的那个内容，跌的那个结构。就像我今天跟你讲说，波霸行情告诉你，今天加权股价指数涨58点，听一下。如果我把这个内容物告诉你说啊，你看它只是一个填充娃娃，里面都是棉絮，你就知拜阴也可以开低啦。不小心讲出来，但是这都是技术分析。同学，求救们，我的12月31日的收盘指数的位置是8338点，今天开盘的指数位置开在8315点，它是开高还是开低？会给啊，它是开低。同学，这件事情12月31日就可以先知道了，不是吗？从这边开始。我都在跟你讲说，卖杯股票，卖杯股票，留高现金不要硬拼，留高现金不要硬拼。这根小 K 线预告了下杀取量，开低走低嘛。你有躲开吗？你有躲开吗？同学，这都是技术分析可以印证的东西啊。所以他们是操官，他们是事后讲故事。因为啊，这个什么样 A B C D 告咖喱，所以你看这边跌下来，不是我喜欢讲在前面，因为这样怎样？因为这样比较帅。师者之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，看不见的存在存在于技术分析。所以佛祖跟你说极乐世界，你们看不到极乐世界，你们没有看过极乐世界，因为如果你们知道它是不是存在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回去了。可是不知道看不到不代表一定不存在啊，同学，不要不见棺材不掉泪，真的看到了哇，真假可以验证啊，吼，屌的啊，敢不是？这都是因果，这都是因果、啊。若问前世事，今生受者是；若问后世事，今生作者是。骑马坐轿为何因？前世修桥铺路人。穿绸穿缎为何因？前世失衣即真人。有食有穿为何因？前世茶饭失平人。无食无穿为何因？前世不舍半分文。万般自作要自降，地狱受苦告何人？莫道因果无人见，远在儿孙近在身啊！眼睛看无啊！但是这都是因果。现在回过头来，我们可能会去讲导因为果，这是投资人最大的错误。给他来报告呢？哦，因为外资放假回来之后，他放得不够爽，所以今天开始卖股票，是不是？因为伊朗跟阿拉伯回教世界。两个之间出了冲突，所以导致原油价格不稳，所以导致亚洲股市掉下来。不要导因为果。今天真正股票拢在别人的手头顶，在谁的手上，什么样都不会跌啊。那现在股票在谁的手上，所以我会这个样子。那投入要上去的话，多头只能做一件事情啊，以退为进啊。这就是技术因果。我讲在前面。后面人家当然跟你解释为什么跌，那个解释的事情留给别人去做。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：要看见别人看不到的，要能够看见别人看不到的，才能尝试别人不敢做的。要为了自己勇敢改变，站出来。过去，您在做股票的时阵，每大家都爱买，每天都要买，每天都要卖。其实这个行情它再简单不过了，要往下走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怎么会没有人先知道呢？不知道的拼命乱讲，知道的不敢讲，因为讲出来会收不到会员。拍谁？我也没叫小贺，所以我怎样？我只是告诉你这个道理而已啊。曰春夏，曰秋冬，此四时运不穷。人是命运如同四季循环嘛，成败相对，祸福相依嘛。凡事两两相对，没有今日大跌，何来未来的大涨？如果今日大跌没有避开，何来所谓的反败为胜呢、啊？我讲的没有道理吗？今天行情跌200多点，我跟你说还不是真正的跌，为什么？跌了200多点，可是我的跌停板加速只有一家，我还有7家股票在涨停，你觉得这是真的跌吗？这不是，这不是真正的跌，
换句话说，我还没有进场，真的该进场的时候，希望你手上还有银弹啊。今天跌幅比较重的塑胶，你不会有台塑南亚，金融你也不会有国泰金，你咬的部分你也应该也不会有台泥，钢铁你更不要讲，你有中钢，不可能，但是你手上有生技，生技今天只跌 1.88， 算客气的，可是你自己看它，它跌多少钱？20.5，这样跌下来，哎，这样子超过7%呢，20块，哎，10张就20万挥掉了呢。这是昊鼎跌47块，这样子也大概7%，5张23万也飞掉了呢。那今天行情跌了200多点的时候，他们怎样？他们是双双破底，重箭落马吗？但是这个族群，他要下来之前，我不都告诉你了吗？所以趋吉避凶，趋吉避凶啊！如果知道未来做不到趋吉避凶这4个字，那怎么做一等一的操盘手呢？所以我在跟你说，千金难买早知道，救小二在卖的是早知道。凡事都有因果存在，技术分析，尤其股票市场它是人为的市场，因为公司赚钱有人先知道，公司没赚那么多钱有人知道，公司现在没赚那么多钱，但是未来会赚很多钱的话，也有人先知道嘛，所以你就会看到利空不跌的状况嘛。凡事都有因果嘛，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泄尽天机，但是至少在技术分析的领域里面，我的名字金价救小贺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来继续再讲。头痛，请用5分钟；嘴齿痛，请用气痛5分钟。5分钟，不好。我是小贺，退休规划，技术分析绝版出清，成道教材 DVD 25000起，不再版，不再刷，史无前例，空前绝后，增强觉想，把握最后机会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运达投顾钟老师，写真实的行情，说真实的绩效，才叫救小贺。持股3档内，进出纪律化，奉守曲线密码，顺天而行，才叫救小贺。操作要求效率，要买了就不要等，要等的就不要买，这就叫救小贺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是小贺，退休规划，技术分析绝版出清，成道教材 DVD 25000起，不再版，不再刷，史无前例，空前绝后，增强觉想，把握最后机会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赖世宝是最认真、最专业、最了解国际趋势的立法委员。赖世宝委员在台北市听澳花博或任何需要协助时，总是义不容辞，全力相挺。他是我们最重要的帮手，真是我们立法院很重要的资产。最优质的立委，赖世。今天我们开始说这个生技股拔下来，因为 ABCD 到高低，所以它跌下来，这样你别猜我，我都跟你们说，你们都觉得股票不是我们五人想的那么简单啊，因为你想说蔡小姐会当选，所以我去压生技啊，不是这个样子吗？大家的想法是这样吗？可是技术分析跟我说什么？生技指数206.57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一件事情，他不会涨，所以生技梦头镜头将至，梦别做太大。这波拔下来，生技我来跟你讲，生技你唔投不会嘛？这是我卡好难的吗？
你自己看嘛，我的指标有没有过高？没有嘛，它形成背离，背离乃为操盘手之怎样？最大警讯嘛，你就算没有教材，你看节目看这么久，你应该也要会个一两招啊。给它破的，从这里到这里，就这样子。跌下来的时候，我还告诉你才刚开始而已。生技指数，技术分析的最高境界，看到未来，导播 ，short time， 留现金，买黑马，黑马不是这个时候出现，黑马是下来的时候出现。但是这边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，之前的黑马要休息了，生技尽头将至，梦不要做太大。上个礼拜是12月17号。加权股价指数，就指数的观点而言，你买股票应该是无输赢啦，就这边嘛。但是你生技股拍谁套牢啊？都开始赢呢，这样还是在整理的范畴可接受的范围之内。一个波段的中期回档，回档幅度也是20%到30%呢，你敢动得掉？所以啊，店家跟你讲买金利。告诉你这边的时候，告诉你说还刚开始而已，今天跌下来破底了，一个中期回档会有两成呢，同学，今天耗顶剩下606元 ，Come on， 看一下，它从755跌到606，这样跌掉149块钱，你自己去把755打8折，你就可以知道我在跟你讲什么，一个中期回档的幅度你真的动不掉了，其实它周线上还是多头，你一样受不了。买在755的会快乐吗？买卖安尼讲好了，这段时间12月份一整个12月我都告诉你说不要碰生技股，你现在回过头来真的掉一根下来，真的不要说一般投资人，法人都卡住了，不是这个样子吗？连法人都卡住啊。那我讲过了，这一格一格的是什么？这是天机，所以不可泄露也。那我只能告诉你说，它还是一个多头，只是波段强势股。当然，买在短线上弱势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是买点嘛？要买就不要等，要等就不要买嘛。如果755块的耗底买了要等，甚至还会往下跌，那怎么会叫你买呢？不是吗？终于嘛，赶快呐！想怎样看不起？303跌到236块，67块钱，67块啊！这样跌下来。你看一下，这都还不到两成呢。对，300嘛，打8折要240嘛，还不到两成，将近两成而已啊，将近两成而已，你今天动不掉啊。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该买的时候要买，该卖的时候要卖，可是大家却浑然不自知，因为我们都是人，所以啊，做唔到真正常，会去追高杀低真正常，会去套到真正常，因为咱用人咧做股票，我们用人性在做股票，涨上来会贪婪，跌下来会恐惧嘛。所以要克服贪婪，超越84唯一的机会，就是操作要公式化嘛。有命可以才出手啊！这段时间我就搞个伙伴讲，今天无命可以，现在要买啥？看就好嘛，看就好，卖留现金嘛。否则当一路买买买，一路买买买买买买，买到有一天会对啊。但是这边买的人怎么办？一路买买买买买买，买到有一天会对啊。他买到这边人怎么办？买买买买到这边啊，这边买对了，上来这边，你看我买在这边，不是这个样子啊，那是投顾老师在干的啊，不是吗？放空也是一样啊，我一路空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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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有一天对为止啊，这边被割了怎么办？死多头拢死空头，拢有一个字叫做死啦，早晚的代志，敢不是？所以啊。技术分析的最高境界，能够看到未来，要讲究的是什么？精度跟准度嘛。精准。我在12月17号的时候告诉你，留高现金，不要死脑筋。但是这边我跟你说什么？这边超背离乃为操盘手最大警讯，行情要谈嘛。谈上来的时候告诉你说留现金的，不是这个样子吗？这个掉下来是要下杀取样，我也都告诉你啊。行情整体的结构性的规划，会员你们看这个。操盘高手里面有一个叫做钻石理论，写的就是这个东西。所以你看基手要看内容，要看里面的填充物，不是只是看指数的涨跌而已。如果只是看指数的涨跌，今天跌200多点，有人放空不开心呢？有人空到了很多的股票，它现在是没有跌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期待它明天会大跌，那如果没有大跌，反弹上来怎么办？又被嘎到了。
所以我就讲遮来看，看啥？看一破底的时阵，一破底的时阵有主流股够出来无嘛？有没有主流股？有主流股出来，我就进去买，因为那个股票它会涨最多，它会涨最凶，它会涨最快，它会第一波涨。那那个后面当然一定有消息嘛，公司探底一定有人先知嘛，所以人在播的时阵，行情在播的时阵，要更认真来看行情，因为有人涨得不一样，主力会在行指数大跌的时候进货，所以你如果空股票，行情大跌的时候，那个股票没有下来，你要小心，你不是心存侥幸说哇，今天跌两百多点，明天这个股票会补跌，如果会补跌的话，相对的来讲你就空错了，因为表示它不是主跌的股票嘛。就是如此而已啊！每一波行情多空之后，最后结束总是要人买单。下面高比龙赶快呢？比如说我们做日友，103块，然后到148块这一段，8341，现在剩123，我卖掉之后还有高点啊，那后面呢？这一段持有日友的人会开心吗？不开心，是整整不开心一个月了，每天都在唱一条单薄人，单薄理由。Keep on， 干不息，没有命运 K 线啊，所以趋势就像一面镜子啊，映射了多空同时反照了人性嘛，顺势者生，逆势者亡的道理。朔天，这是90几块钱到131块半，到现在朔天多少钱？剩101，就这样子上去，这样子又下来了。这个红帆，波段强势股买在短线上弱势的时候154块，这个整个波段，这个投信在买的时候，大家才跳下去。现在还不错，还有136啊，但是你不懂得卖的话，你都是套牢了啦。那今天有一只股票，你卖锤外来透，你这股票我跟你讲卖掉啊，今天跌停板。所以他们是四个号两个字，四个号码两个字，什么股票什么价位可以买，什么价位可以卖，这么简单吗？一切都是按照讯号，按照公司啊。我今天我也不想观望啊，我今天我也不想觉得希望没有行情，然后没办法现在这个地方买啊。但是我的公式，我的技术分析就告诉我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袂使带会员去博，叫你敢知？要真正买去博啊，坐一个回音机去澳门赌200还比较有胜算啊，否则你每天磨磨磨，真的磨死了。F 讯息今天剩下111块半跌停板，这是我的买点。如果129块告诉你要买 F 讯息，吼，输输去啊，唔知我都卖输几只去啊，敢唔是？但你整段把它看完，129，近射理论告诉我，它这一段要到哪里？161块，161块半，最后出清嘛，看不清。这一段取走价差，有人报上报下，有人住进套房，一个多空循环之后，总是要有人买单呐、啊，总是要有人买单的啦，一路死多头，一路死空头，都后面都一定要买单，只有你精准知道。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事情的人，才能够真正的全身而退，这个才能在股票市场里面长长久久。我会给供，一段时间赚很快，赚很高兴，那空头的时候又赔回去，修正的时候就赔回去。哎，现在浩鼎理论上来讲，大家应该赚钱了，浩鼎终于应该赚钱了，为什么现在已经有人赔钱了？为什么？因为这边买很多，这边买很少嘛，不是这个样子吗？宏硕。200块197，有命 K 我一样买，最后240全部出掉嘛。现在红硕剩多少钱？211。白发苍苍似银条，老树无根怕风摇。家有黄金存百斗，难买菩提路一条。节目上面很多的预告，很多的分析，很多技术分析的论述，详细的东西我都写在操盘高手里面。比较进阶要能够印证的都在技术因果证明书，感谢大家，这边快要没有数量了。所以凡事都有因果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股价技术分析就可以让股价变得有迹可循嘛。你怎么会知道今天伊朗会不爽阿拉伯，然后就怎样？明天的事情你也不会知道啊。可是我换个角度想，如果股票都在特定人大股东手上，会不会造成利空不跌？所以金泽民家，大家都是要把给你一个理由，就像今天跌两百点，你会想问说为什么跌嘛？没有为什么嘛？当不会时阵不会嘛？
为什么跌停板可以买？当买的时阵爱买啊。为什么涨停板要卖？当买的时阵爱买嘛。一切按照公式去做嘛。有人举走价差，有人报上报下，有人住进套房，杨家讲起来。你做股票，你要赢钱，你要赚钱，干了三分之一的机会呢，只有三分之一的机会，因为盘整你一样输，大跌做错方向你一样输，大涨做错方向买太少一样输嘛。有三颗星在拨通电话，第二套已经快没数量了，有决心、有信心，带上诚心，做好准备，咱们要做的是为行业立下标杆，电话拨通就。对了，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叫胡马度阴山，散户真之身，画龙点睛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你的加入，电话拨通，财运亨通，再会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朱立伦，立委力挺罗明才。不任小贺退休规划，技术分析绝版出清，成刀教材 DVD 25000起，不再版不再刷，史无前例空前绝后，增强绝响，把握最后机会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轴轮精细的刻痕，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；不分昼夜的运转，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。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，斟酌每一个环节。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，因为珍惜托付，所以全力以赴。运达投顾02-2781-0909，02-2781-0909。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全世界在前人唱挂嘴挂清醒，再会了心爱无言的人，歌声啦